受持菩萨六道万行者，动信受如来所说经典，诚心读诵，求证实妙义，随文解义，修行菩提果，佛教五道明宇宙体理，用心哦，好好了解文字每一句内面的意义啊，修行修持菩萨道，这是咱人人的心愿啊。菩萨呢，爱修行的是六道万行哦，这是咱发心立愿啊。佛陀已经明文安尼甲咱讲，即个一大事因缘来人间，目的呢是为教菩萨法。教菩萨法，咱即当阵，大家人真精进啊！遮尔长久来，真用心耐心啊，伫咧听，同时呢，嘛是伫咧求身体力行，定定身体力行啦，咱爱家己，搁再检验一下。今仔日听的话，有落实在人群中无？有落实呢？在咱的生活中无？学佛啊，所讲究的呢，是闻、听，听了后好好思考。思考了后呢，咱来身体力行，文思修啦，行为甲听的话，一定爱听听合会，再修行，就是爱有阿弥的心，文思修。同时立灵根啊，立灵根不是一个人可以为灵根做什么，就要一个人去弘扬，去看无无出了跟咱相同的心，这叫做协力。三个人以上叫做众，众力成城，也就是咱常常伫咧讲的协力。三个力以上甲加起来，这叫做协力。协力的以前，咱就是爱互爱，培养着甲人和和气气。互爱的精神，互爱啦，就爱和气。人人互爱和气啦，咁就是合心。合什么心啊？合佛心啦，这叫做会懂佛的地界。咱平时有安
你做也无，这是咱来定定思考修持菩萨六道万行者，咱来好好思考啦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就已经甲咱伫咧修行。关键真密切，请大家啦用心思考啊！咱会当安尼心定定，无有分秒漏掉，那就是爱靠信心咯。如来所说经典。咱来信受欢喜，佛所说的话，咱拢爱相信。那佛法所记载的经典，咱来真尊重，唔是干那文字，简单读一下就过啦。经要予咱。咱要搁多爱想，读是目睭看到文字，安尼读啦。想呢，就是离开了文字啦，也搁会当记得脑内，记得咧脑内里呢，还要回动这句话。到底是在讲什么？哎，潜心、信受去体解如来所说的经典。经典在字面里来看，简单啊，这几句话就过啦，几句话就过，好难一生一世做不完呢。我跟咱六个字，一世人几十年，超过半世纪啦，我也阁做不完。伫现在啦，也阁是来不及了，做不完的代志，比做过还阁较侪。这就是咱爱真信重，迄、那个信受奉行真重要，所以当信受如来所说经典呐，咱只更需要的就是行诚心朴相，咱来用虔诚的心。经典啊，提来必读，每一句拢爱入咱的心，唔是时间到读读的都好，爱铭刻在心板。离开咱的目睭甲经文呐，咱也阁会当心记，真心中记着。这句的经文，这段经的说法，那个精神，伊的妙意，这是真重要呢。听经不是讲，我表示虔诚啦，所以你讲经，我逐天都伫遮听，不是干那安尼尔。咱一定要诚心来读诵，而且呢，求真实妙义。
咱就是大家人拢有安尼，自在人啊，师父爱大家人，人人啊，心静信心，将家己的心日常生活中，但对人对事对物，拢是爱诚诚心。誓愿度众生，咱要度众生是出自于咱内心的一字诚，帮助人是爱诚意的。何况佛陀教育咱入人群度众生，这就是诚意，也搁多爱正心。誓愿爱断烦恼，咱要度众生，这念心呐、啊、是虔诚。但是呢，一旦有了烦恼无明来，咱的心都定未落来，进退无常，所以咱必定呢，赶快。爱弃除咱的烦恼，这爱断烦恼，爱弃无明，这爱用正心，这种正心方向正确，无偏思，无偏邪，经过需要信心呐，啊，誓愿。合法门，佛法无边誓愿行啊！真正佛道是无边呐、啊，简单几个字呢，内底含义是真宽真深。佛道是正等，学佛是生生世世，所以咱爱。大愿啊，爱诚心、正心、信心来求佛陀，咱爱用真实的心、实心呐、啊，誓愿成佛陀啦，求佛法呢，必定爱立下这个宏誓愿，所以来修。四弘誓愿，你的四弘誓愿一定要将诚敬信实。咱若无诚敬信实，弘誓愿呐，无法度身体力行啊。所以，咱要诚心托诵，求清净。随文解义啦，随这个文书来解义精要的妙义，这是咱人人伫咧读经、看经、听经，咱必定呢爱随文解义，这义。义理的内底是真深奥啊！咱有法度了解啦，才有法度修行菩提果。内面的意义，咱也无清楚啦。要安怎会当修行菩提果呢？意义爱清楚。这叫做方向确定，所以咱的方向确定啦，才会当向菩萨的道行，这叫做菩提果。所以佛讲五道啦，是明悟道体理，佛陀的讲悟，其实呢，就是体会了。
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，也咱要学的呢，就是安尼啦，唔是迷信，唔是求来保庇我的，就是求要得佛所觉悟的道理。佛所觉悟的道理呢，是包含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。所以各位菩萨啊，咱学法啊，师父真甲逐个人强调呢，那就是学佛觉悟的道。学佛觉悟的道呢，是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。这万物真理呢，离咱无远，离咱修行周围，从咱的身边，咱就是开始爱做起。咱待人接物啊，无不都是道理，这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远的讲到天边海角啦，近的呢是回转来到咱的脚踏地，这请大家啦，爱多用心去体会啦。咱正面的文安尼讲，一切比丘众，及诸比丘尼，若托诵经典，若为他人说，法师住一处，色界的文字，这咱爱真用心，不管是出家的菩萨啦，想要学菩萨道的智慧，咱呢都要好好用心来读诵经典。啊，这读诵经典呢，爱认真，就亲像拄只讲过去啦。咱读诵爱随文解义，爱深入内面的意义，去体会佛心道义。所以安尼呢，来读啦，安尼来想啦，再搁再发愿啦，发愿，咱要立灵根啦，去护佑道化，为度众生，为救众生，这是咱人人的本分事，这是为他人说。咱人人都会当听经了后，赶紧发愿啦，身体力行，立灵根啦，请大家人甲咱同齐去付出。付出就是菩萨的道场啦。呀，法师呢是出家，已经出家，专心为道，听经、诵经、读经，搁发心要教化众生，所以安尼的法师啦，注意处。伫遮，遮是多位呢？连续两三天拢甲大家讲，心自心即道场啊，那会当不断呐、啊。读听、读经、听经、诵经了后，咱句句入心，不管咱甲多位。咱伫咧做虾米代志，语密动静啊，无不都是咱甲咱同齐的道场，因为
咱的心中有道啦，这安尼叫做法师住一处。只要咱有法伫心里啦，大个多位，道场伫多位啦，所以叫做法师住处。大个人爱听入去哦，不管。你伫咧做工课啦，行到多位呢？你的道场对你到多位，都是你伫咧修行，都是你伫咧甲人互动，伫咧甲人说法，这语密动静无不是咱所住道场，所以安尼那一旦安尼啦，心心在法啦。世间一切的声音，咱拢听到啦，咱会当善解啦。恶声、恶的声音，那烦恼的形态，那善的声，那就是美好的形态，咱的心拢爱甲伊合回来。地恶啦，流善，恶的该低调去，将咱的内心都低调，那藏着善的，铭刻伫心灵，这叫做学问，也叫做传法，这爱用心。下面安尼讲，复有诸菩萨。徒相以经法，若为他人说，专执皆其义。如是诸音声呐，悉皆得闻之。这段文就是讲菩萨啦，为众生解说种种有。法道理内涵的意义，这就是解诸法义，讲道理啦，解内面的意义啦，学义专执着说强义分明，这就是我听了后。我会当讲，甲大家人解释，也若无对着人呢，我爱用心，好好将听落来的心得，好好抄写落来，用咱的心得啦，看是断断片语啦，会当予咱重点会。甲人来分享，或者是呢，甲规篇呢连接啦，安尼，迄、那个意义分析下，包括咱的想法，将经文，咱读了后，听了后，各有心得，咱的想法，安尼呢改编转。起来，写成册。从咱的心得，咱所了解的心得，给写落来。
或者是呢片段呐、啊，也会用诶。今仔日所了解就是安尼简单呐、啊，敬贴家己，也会当甲大家人分享。那就是，亲像这年轻人李仁甫，他天天都在听。他天天都在练写声音的歌，他刚都会教一篇，那、啊、这都是甲师父有用，希望伊呢真正有恒心啦，安尼继续也无定着《法华经》的将来，除了静静的文字以外呢，也可以当好好听到迄个心得图像，也嘛无听到啦。总共一句呢，爱用心，你用什么方法去甲人分享？用唱的，用念的，用读的，用想的。这拢会用诶，甲人人分享一段一段，安尼呢，互人记会条，好记好读，这拢总是伫这个编撰内底，等诶成主啦，这呢就是重顺吼，好好来个编顺。好好家己的创意啦，嘛会当成书啊，来解释分明，在不分众生行为，这份的虔诚啦，诚心度众生，在诚心度众生。不只是只是对人类，要怎样来弘扬人人爱心好心，不是只是咱用听闻而已，不是听闻，是爱好心，所有的心灵咱都爱爱，不是听现在用听闻执着行为，安尼啊也唔对。众生人类拢总爱，爱呢，咱爱好意，用好意，所以爱好意，咱唔通好意受人类呢，安尼伫咧赞赏。即嘛一直伫咧提倡啊，哎，素心戒杀啊，唯有戒杀呢，才有法度，就救地球啦。从简单的话来讲，因为现在气候异常啦，变迁极端啦，做灾难的地方。真多咯，所以呢，这从科学家开始呢，也已经呼吁出来了，为当平和这个气候，唯有呢，人人的生活，是人人的生活饮食。那就是多素食，这就是唯有会当救世的方法。所以咱也爱用心啦、啊，发大心来利益一切，这真重要。所以呢，爱立灵根，用真诚的心来度化众生。爱护生物，所以尊重生命爱。
这就是咱的方向吼。那四种戒德，名为菩萨，各有情。现在所讲的四种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啦。出家二种，在家二种，听《法华经》啦，应该都隆重爱学学各有情，就是爱学大心啦，发大心，心爱拍好开啦，心包太虚，爱天下众生。这就是各有情啊，所以亲像安尼的有发心啦，愿意学各有情法，那就是菩萨法啦，那就是用恭敬读诵经持法，那这就是。有安尼发安尼的大心，也那安尼来读经啦，自然你的心呢，都会当用恭敬。唔是讲哦，啊，我都时间到啊，啊，都是爱来去啦。这个心态唔是干那安尼，唔过呢，将内心啦，爱表出你的心态。你那无心呢？干那心态无落因，所以爱将内心发出了各有情学佛的心，所以爱恭敬读诵经典，爱搁在修持法，也不只是修持法，也搁会当为他人说。这真重要，所以一个在一当静静好好思维，来专精精义，来得最重要的意义。安尼呢，该敬重啦，那第一件敬重来得啦。真深奥的道理，咱会当知，咱会当看到，这就是立佛之见。咱立经藏啦，就等于立佛之见，所以爱用心哦。是自阴生啦，色界的物质，也就是讲随其所作，教诸菩萨之行。因为佛陀教咱啊，咱爱随一切好音声啦，咱一直讲过去，哪怕众生呢。初期骂人，咱咪个个转为呢为咱说法。来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得其善而从之，不善而改之。伊个声音真粗声大气，予咱看到，咱听到啦。咱来爱教学，学什么呢？啊，学，安尼是无好的心态。我爱自我警惕，反观自性，我唔通亲像安尼。伊也是我的老师啦，伊
是用形态呢来教育我，所以我爱自我警惕，唔通有粗声大气对人，因为伊予我的感受是辛苦的感受，我唔通用这种予人辛苦的感受去对人。这也是老师啊，所以咱爱好好随其音声啦。咱安怎来做？咱爱安怎来改变咱家己？所以随其所作，不管伊的形态是安怎，对咱来讲是一个教育。咱爱安怎样才真正会当教菩萨法，循循善诱教导咱，咱才是真正爱搁在学伊所教育的，安尼呢来教咱行菩萨法。这咱三个人，咱家己甲善好的老师，甲一个无好的老师，这两个老师，伊拢甲当作呢是咱的先知性吼，所以安尼来教育咱，咱都要得其先而从之，选择真好的，唔通有的态度来教育别人，警惕人人。唔通有，所以佛陀说法有说善恶法啦。几工前讲过去，初相的法，那就是恶法；微细的法，那就是善法。那已经讲过了，佛陀来人间教菩萨法，都爱给菩萨呢。合法的人明善恶，知影这叫做恶的，恶的形象是安尼；这叫做善的，善的道理是安尼。所以佛陀来人间，也是说善恶法，予人清楚吼。所以教诸菩萨之行啊，尽修六。让咱会当了解世间苦难上是安尼，就安尼这么正多的恶法啦，造成了苦的结果。因为恶法就我来，才有苦的结果啦。所以咱要好好用心向善，善法。修来，这些善的结果，成菩萨、成佛的结果啦。真的，这是佛陀用心良苦，安尼甲咱教育吼，予咱进修六道啦，不是世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。安尼看看顺顺善诱教导咱，如是定心，在声音呐，法师住一处，世界的文字，佛陀其实安尼甲咱教法啦，咱听世间的善恶的声音，回归到咱的心来，和咱的。更加明白、了解、了解恶的规律是安尼，结果是苦；善的规律是安尼，结果善的规律呢是成佛、成菩萨。这呢就是佛陀对咱的教育。
菩萨修行啦，在一切功德行愿里，但听了后一定要身体力行。咱若无身体力行，无算菩萨。所以身体力行啦，那所修的六道万行，那修伫内心里，那爱行伫人群中里，心内修行啦，伫心外呢去帮助人，这种身体力行，这功德啦，就是咱发心立愿的行动，足大法师出家嘛是同款呐。立定群一定爱帮助人，亲像一定的何用？莫忘那一年，看到咱大爱迄、那个回顾的影片出来，会看到讲哦。多一回啦，伫多一个所在，南部呢，一大水灾啦，长住门啦，一群的修行者，要去甲人关心，唔是呢，安尼穿长衫，啊，斯文伫外面，啊，干那去甲人搭搭肩膀，唔是安尼尔，看到大家啦，完啦。穿着短裤，穿着雨衣，同款呢，拿着沙挑，同款，甲人伫遐吐泥土，摕着扫帚、竿桶，伫遐甲人斗做工课，伫咧清理呢，迄、那个受灾人的家庭。每回我若看到遮个啦。我就真赞叹、佩服咱的道场修行者，主者身体力行，净思法门呢，真内修成净信心。那伫主者的行动，咱有慈悲喜舍，苦众生的苦。去为众生出一迄个体力，这予我真欢喜，也嘛是真赞叹呐。所以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功德。所以呢，菩萨修行一切功德行愿，足大法殊。那想到这。我都会想到，这就是真正大行者啦。平时的时阵，修好家己的规矩，好好修行。众生有代志，咱呢走入人群中，就是去付出，这真敬佩的。好，那所以善令修好如来法种。就是如来的法种，如来的法种呢，就是如来的地界，所以以无量善卡地慧辩才，令以大众语言说法，咱呢就是不断啦，安尼地为大众啦，身体力行，听法了后，印证事物。事物印证道理，安尼呢去演说，唔是干那伫经典如是我闻，唔是干那讲哦，啊社会论述，唔是，是讲过了咱法的精神，真实在人间，人间呢？咱看到的一大群菩萨，人间菩萨道，菩萨身体力行，咱也同时同体力行，
甲大家人同齐做到的，这才是真实法啦。这佛陀为着救法，为人落地啦，嘛是安尼做啊。这经典拢讲过去啦，所以讲善良修护如来法藏吼，以无量善卡智慧辩才，令以大众而演说法啦，令诸众生得大安乐，和大家人听了后真安心、真快乐。咱大家人若会当，咱遮个菩萨、诸济人呐，拢总是家己身体力行做过，咱若阁听到。哦，咱安尼有合伫咱的经文内底的话呢，安尼伊会真安心，有道理啦，有道有路，咱伫咧行，亲像咱翻山越岭，诸济人到缅甸，发了40000外户的七千，这都可见啦，40000外户呢。遐个七啊人铺伫禅的面顶哩，安尼会当修行啦，咱就会当知影偌济人已经受利益啦。即群的菩萨，安尼翻山越岭，遮尼远的路途，遐尼正辛苦，连续15天，你想这？是不是大菩萨啦？在人群中，因不只是干那底下发放，佮带着师父讲的话，去甲大家人分享，和大家除了得到呢真实的物资啦，佮得到呢心灵的香烟，大家人去甲因分享吼。慧命成长，或者众生呢得大安乐，啊，有生活来源呐，心呢也得到欢喜快乐啦。亲像安尼，这些菩萨已经去完成了吼，这名为法师，伊这是身体，唔是形象，伊心的行动，那伊。这是菩萨，所以菩萨呢是四众弟子都堪称菩萨啦。所以究竟是真理，那就是难以度断，而不可言说。真正呢，道理啦，已经不是用话讲的啊，就是爱身体力行啊啦，禅宗拢安尼讲，言语道断呐，唔免讲，就是你了解一下，啊，了解一下，安尼感就对啊，了解你爱个身体力行，啊无，菩萨道要安怎行啊？咱爱去行六道万行呢，六道法啊，就是爱伫身体力行中所得，所以呢，爱心念起出灭，咱付出了后呢，咱已经放下啦。伫咧付出的时，爱真认真。我现在付出，感恩尊重的爱去付出。付出了后，咱爱阁回来咯，就是无有拖泥带水，伫迄个所在，咱欢喜回来，因安乐生活，
咱发起充满回来，咱啊安尼啦，所以心念起处灭，非心所求矣啦。唔是我的心，干那想多好啊，或者是佛陀讲的真实心法，唔是用心想的，安尼想会完呐、啊。不是用口算的，讲会到，不是哦，所以心念潜流啦，刹那瞬变无常。在文字上安尼讲啦，其实啦，干那会当安尼写呢？听，最好爱大家人去体会，咱的心心念，现在你甲大家人讲话。我甲大家人讲每一句话呢，我的心念未当停伫前面迄句话，我才有后面一句话好讲。所以呢，咱的心思啦，心念呢不断爱潜流，哎，安尼才有法度直直过啦。就亲像苗啦，时间若无安尼过呢，那咱无法度过一季。同样的道理啦，所以我们的心量就是潜流，刹那变化是无常，那是这样不断地变化过，话不断地说过去，时间不断地过啦，暗暗的天已经天光了，亲像呢，浮云心行啦，咱天光啦，迄魂啦出来啦，那就是魂安尼伫咧行，就是安尼伫咧过，就亲像咱的心啦，对着魂伫咧行，魂过无热，同款的意思吼。所以请大家人爱用心来体会，这个文字拢真简单，但是呢。要入迄个道理呢，非心思啊，非口语啦，就是爱咱去身体力行，咱才真正体会到脚踏地，那才体会到呢，咱身体力行伫迄个所在的感觉，所以爱请大家人时时。多用心啊。